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狗姑娘。今次我要介绍一个好正的地方俾大家去旅行，睇下先，系咪好正啊？其实咧，我就好想去旅行，因为呢排瘦咗又靓咗啦，希望可以去旅行影一辑好靓嘅相翻嚟俾大家，希望可以俾大家一啲正能量，一啲鼓励。咁讲翻生意呢样嘢啦，点解我呢排咁有信心？其实我发觉 treatment 呢样嘢系令到我嘅 fat proportion lose 嘅非常之均匀，我唔需要担心冇咗个胸啊，或者冇咗个屁屁。咁呢啲我知道，其实好多女仔都好 concern 嘅，咁冇发生喺我身上面，希望呢个信息系可以俾大家有啲更加有信心可以做呢件事。咁如果你系好想知道更加多嘅 information 嘅话，其实继续留意我哋嘅瘦身密码。